西兰比赛，然后来的表演给大家看。那当天还有马斯卡，他会特别来参加。那我们也会让金曲奖的很多的乐团，包含了大家很关心的灭火器，好，他们大家都会回来表演。那在第二天，就是我们讲第二天的灭火器，张震岳还有亚洲的知名乐团将会唱出这个当天的这个摇滚灵魂啊。在7月11号，我们当天是有的，礼拜五有杨乃文、万唐、阿翔还有陈绮贞哦。那大家不要忘了，在7月12号呢，7月10号是张震岳正在金曲奖有得奖哦。然后7月12号是海洋独立音乐大赏，就是当天我们的十强争霸赛。那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卢广仲会在最后压轴演出。在7月13号是四海一家风摇滚。那当天最重要的，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妹。阿妹当天会有非常精彩的，将近长达一个小时的表演哦。那我们希望这5天的活动，精彩活动哦，都会让大家非常的惊艳。那我想最近有个网络这个票选这个暑假的这个重要的活动哦，那也提到说海记哦是这个大家最喜欢的，但也最害怕的一个地方哦。那最害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怕今年阿妹来了以后会带来很多人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来卡位。然后也跟大家提供一下我们的场域管制的时间哦，希望大家第一个一定要做好防晒，因为天气哦有时候会很热，那它风险30度哦，我觉得根据我过去3年的经验哦，好像都超过30度啊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很好的防晒，才能够避免紫外线哦。那也请注意，我们在每天的5点半呢会停止所有的海上活动，那这部分我们消防局会来这个会来严格的执行，所以也麻烦大家能够配合在现场所有我们同仁的这个一些这个指示跟建议哦，啊大家能够玩得开开心心、平平安的回家，然后能够注意好像所有的海上活动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上周的话也会挑防晒系数较高的粉底。那我们这边就是说，女生在上妆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这款，那它就是有防水还有防油光。那主要的话，就是这样轻轻的用海绵沾一点点，然后擦拭在脸上的部分。那记得要均匀的涂抹哟，这样子防晒才有达到效果。那记得女生的话呢，就是因为领口的部分，因为 U 领的部分，记得哦，胸口的部分和脖子的地方也要擦拭哦。那甚至也是轻轻的用海绵就是擦拭就好了，不然女生的话这边要晒得红红的一块也很容易就是脱皮啊，也不好看。那这一款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擦在身体的部位，就是尤其是像这样子轻轻的一点点的这样擦拭，然后涂抹开来均匀了就好了。那擦身体的部分也可以擦，不过也还是推荐擦脸部就好了，因为这一款的颜色偏白，那建议的话涂抹脸部也可。整个水艺之间，我们有周品，我们的周品大概有15部啊，会公布在外滩跟内滩双溪河这一带，另外还有5部水上摩托车，所以在整个设备上，周品的部分我们会有大量人力提供。但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在现场也提供了就享有那个干净而且舒适的活动环境。环保局除了每天会派遣那将近200位的清洁队员进行这个环境清洁工作之外，我们也在会场设置了160组的垃圾桶来让民众使用。当然，在活动期间，环保局也特别推出了帅哥辣妹的行动资源回收站。所谓行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辣妹跟帅哥会在这个海滩做巡回的宣导，来提醒民众垃圾不要随便丢弃。那当然，如果手边有资源回收物的时候，也可以直接交给我们的行动资源回收站去进行回收的工作。那当然，我们这边来提醒民众，如果我们在享受美食之后，如果手边有一些使用过的竹签，你要丢弃的时候，为了避免竹签随意丢弃在沙滩上，造成我们的一个危害，环保局我们也在摊位设置所谓的以牛奶桶回收牛奶桶做成这个铅桶造型的竹签回收罐，来让民众。哎，到底要拿奖牌的来？哎，这个对不对？没错。要做完。哎，对。OK。来。这个全部都过，我现在讲话都不敢太大声。